滋，不能随便。猪脚，猪脚给他吃。也很好吃哎、欸，其实做的蛮好吃的，是没错。这是哪一家？你好啊。啊，今天说你，哦，你张先你好哦，这样子哎。为着阮老公，有什么关系？再远还是要往前去一迈。还好啦，我去康宁上课。嗯。顺道。然后跟我说中段还没好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中段呢？还没好啦。我今天中段很美好。然后他就说还没好啊，我就说啊，要不然就换腿部，反正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意思是什么，我都觉得每个都很像。啊，价钱也一样，所以也没差。
这个肥肉要做到这样其实不太容易。蛮好吃的，而且我不会怕，我就吃哎。就是不会吃起来觉得，因为有些肥肉吃起来会恶心，那真的蛮好吃的。确实不容易。而且如果你去现场的时候，它还有那个茶，有没有？柠檬茶再加几啊？我有拿那个萝卜白萝卜回来，可能可能好像还有两三片。它会去蜂蜜，还有姜丝。对，那加这些东西就很好吃，就真的很爽口。现场吃是真的比较好吃。一定好吃。不去了。你那个骆驼的，我那天看你那个，就是那边有没有那个骆驼那个，它那个，因为像鹤那个就很清楚嘛，可是骆驼呢，因为其他小小四方有干扰，就会发现自我没，就是在发现自己。你今天有没有跟彭老师讲那个论文的可能情况？我已经传给他了，我昨天就讲了。那彭老师叫我用中文写一个答辩的，然后他可能会把它翻成英文再传给对方。但是不管怎样，我们就是要预备，就是要准备投另外一家，就双管齐下。对，还是要写那个稿子，还是要修改。因为另外一家的方式，小心小心。